人群之上啊，你头家也着把它尊重啊。现在人们讲人群，讲工作权，这是我们的祖先之中看。同样的，当你在低阶的时候，你想，人家做到老啊，为什么做得到？不要忘了，老板都是很聪明。你们各位想想看，全台湾2300万，有多少家企业，多少老板，叫你自己去创业，他怎么懂？创业的资金，所以你进入社会，一个人刚开始，如果不是有护运、主运，一开始就像那个那些大企业的儿子，哎，几百亿等着我去花，每一个人都是从下面爬，所以你就要学，就要学。一个老板他能够创业，你也有兴趣进来，你就应该要想的是什么？在下位的应该要想的怎么样对这个企业好，怎么样从老板里面学到一点东西。所以顺有余心，为什么叫顺有余心？你听老板的话，老板就会啊，这个事情做不好没关系，我们再想想看。可是你跟老板一天到晚翻脸，我告诉你，我最简单，公司在不景气的时候，第一个就要翻，对不对？哎，可是不要忘了，现在的企业是连锁，一个行业不景气的时候，是大家都不景气，一被坏了，别的公司要买。大家都想留一个对我有帮助的员工啊，我如果10个员工，要杀了5个。当然要留5个能够在困难的时候能够作战的，所以平常呢偶尔可以的啊。啊，对不起哈，公司有困难，请。所以顺才有余心，才有你生存的空隙。我们现在都被教年轻人，小小的人权没有，你不尊重我了，你以为是你是什么？自己什么东西都有，你有余性，你才立有基地，你才有生存的立足之地。那么上位，你爬到上面要去，不要被员工，不要被下面的处处掩饰，反映画面。有的人就是进来很反骨，可是工作能力很好，怎样让他对公司有帮助？你用脸色那是没有用。时间到他就跑掉了，他如果真的有能力，时间一对他就跑掉了，你留不下人才。所以缓柔缓，这个人他才会留下来。对，坚持持者，为什么？你坚持你的立场，你才能够站住你的原则。所以柔而立，立的意思就是要有主见。你公司经营总有一定的方向，或是你做一个干部，你总有自己的处事原则。人家一缓就啊，什么原则都没有。下次谁知道你会这样？你跟他试一下，我跟你讲，你永远没有。因为我不试，我怎么知道过得去过不去？因为不知道你的原则。所以你们就可以看到，柔而立。可是讲得多，一个人要柔顺。哎，可是柔顺不是没有骨头，不是没有意志，坚持自己的价值的意志。各位想，这是多么相反的！一个人，一个小孩，要进入社会，要训练成有这种能力，你们就知道他的教育有困难。可是我们现在教育的恶改，怨了功。原来在书上的怨不是这个怨，而是一个缘下面一个心。我们讲相缘的缘，相缘的缘是什么意思？因为大家都觉得那个字啊，相缘，哇，变成怨，
那是因为我们对原来的原字的了解错误。相缘为什么叫相缘？心里想的缘，各位要知道，以前是主要是农耕社会，你的地如果是在山坡地上，那你就是麻烦。你最好是在那个大平原上面，然后水源又是非常充足，过得很舒服，随便耕两下，东西都长得很好。所以缘本来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是我们跟人相处要让左右逢源，人对我好，我对别人好。可是人对我好，我对别人好，在一般人没有受过训练的话，最容易就变成烂，变成烂。所以呢，缘还是要分。什么叫分？庄重的东西，不是不良好不对吧？人跟人之间要有分寸。所以你如果是做下位的人，看到这个堂位后，谦则进行。虽然你跟你的长官关系很好，但是你尊重他，不尊重他的职务，你要保持谦，谦才能够显出你对他的尊重。没有这个心，常常就会发生一个问题。有很多员工，特别在军队里面，哎呀，我是一个士兵嘛，对不对？你们当兵都知道，当兵的下士就作为就是政战官的文书，管起门来，一个是军官，一个是士官，两个关系好的要命，两个关系好的要命，出去以后你还这个样子，还要怎么？到了外面可是军阶是有国家有等级的。你看到军官你要尊敬，所以你如果不知道功，有一天什么时候会当上？所以在下位的领导谦才会有敬，和才会有信。在上面的人叫敬职，什么叫敬职？你跟你的下位的人很好，但是你要想，他只是来辅助你，他是来协助你。你如果不知道怎么样运用这个关系，到最后他会骑到你头上。最敬你事实是你自己，你让人家协助你，同时也是在教育下一代怎么样去帮助别人，给他机会。你可要快一点，乱了进步。刚刚已经讲过，乱是事物庞杂的乱，具有才干还有办事能力，所以你要对一堆事物都很庞杂，你要有才干，这就是你平常就要训练，对不对？事情很多，但是每一个都不能够放过，叫做乱进。在下位的人刚开始忌贪多。但是乱是一个在下面的目标，临事进色。刚开始的时候做一件事不要贪多，把一件事情做好，每一件事情做好就累积经验，行事经验，把每一件事情都做好，做到能够符合要求。你经历一件事情建立起系统，再经历一件事情建立起应用，等到有一天你做主管的时候，你到了哪个位置，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主管里面搞各种不同。我每个东西都做过，所以我一上了事情一百，什么事情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。那个时候就是乱。你如果不知道在当下位的时候把每一件事情都做好，累积好你的经验，那你就永远上不去。所以你如果是在上位的话，你自己上去你要怎么样？要举才，要才养不偏。为什么？你培养下面的人，这些人一个一个你去拉拔，他就变成一个团队。事情来的时候，你才不会一个人在那边跑。这个人会，哎，你去做这个，那个来，你一忙，这些人都是你的手脚。
所以做上位的人最怕不举财。我们现在不是，上面的人是榨财，用了榨了以后财，成果是我的，你就旁边去。这就是我们现在社会，我经历了二三十年看到的现象，就近似不改。不要，哎呀，这个事情做到有成果就来，没有成果就推给别人。这是经常在社会看到，你社会人就不是这样，不断的进，扰而已，不叫扰。你碰到事情很麻烦的时候，那就不用多虑。对，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，但是你听一堆，你自己不知道怎么办，你要自己要方便。在下位的人，同样的，你做很多事情也这个被看到，对不对？像我们现在核电厂，要做一件事情，你看看民众一堆，专家一堆啊，各种专家都有了，为你下名字。当你在下面的时候，什么是我的责任？麻痹，不是你的责任，不要做。我们现在哦，来哦，这个话那个那个话这个多事，责民才能够化，力行不错。为什么？专责一件事情才能够把一件事情做。位上民听，你坐到上面了，你就要能够听你用处，听了以后你才知道说哦，我该怎么处理，断尽职。听了一堆意见，你最后还是你要做决定啊，对不对？时而温，行为正直，态度温。我们现在不是，常常我们叫做什么？这个得理不饶人。我们看到常常在外面看到很多事情都是得理不饶人，尤其撞车的时候，就是这其实也可以理解，很多人就是怕赔钱。一撞车就要赔钱，就要清钞票，所以我看过很多 case， 车子一撞，下来就先打，打人表示我是对的。我们的社会就是这样，位下要名实。什么叫直？为什么要名实？人家说，该你讲的时候不讲，所以失人失实的位，直是会刺人。所以你要刺人的时候，你要明示，实不失职，温不失实。你讲的时候要处处避人，人家会被刺得很痛，有时候听得听不进去。上位就是要明教，直温，对下面的犯过错，就是主要是在教，教以利后，温则有威。很多人以为对下属拍桌子会有威啊。气累了，回家是三四斤都出来，对不对？所以上位下位同格格，简而廉，简约叫做简，廉是要实用。什么叫廉？廉的原来字就是把各种工具绑好，平常准备工具。要足够的数量，要按照数量，要用的时候是一拿就全部都可以用，这个叫廉。所以什么叫廉耻？廉耻就是我连备都没有，需要用的时候用不出来，这叫廉耻。所以位下取廉，什么意思？当你在下位，你要知道什么是会是我的耻辱。当老板要用我，上司要用我，做不出来，这就叫耻辱。所以背下去，你要想，哦，这个职务什么时候会碰到什么状况？经常想，碰到什么状况要怎么处理？所以要注意取